去，我要去一趟出去，出去，然后再吸气，注意哦，出去哦。先做一个，先做一个。好，一到六组的朋友，洋葱子在前面。那等你做到这个需要用洋葱子的时候，就麻烦你到前面来拿。所以你做一个这样的风筝，你需要几张纸？有问题的话，请工作人员协助你。七到十二的宣纸在前排，也是到前面来拿，谢谢。宣纸的话可以做三张，哦，可以做三个。洋葱纸一张可以做两个。看有没有。好，那个一张四面纸啊。要这个。我一桌发两个。有了吗？好，对。快来呀！小心小心！哇，你可以吸得到，不错。还不错嘛，能想到这样的说人。你可以吗？你的臂不能过吗？不行的话就用穿的啊。穿煤气。那你的袋子会翻动。对对。哎，你怎么翻动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来，你再过来。到最后结果是这样，好不好？我要洗一个，这个太好了，太好洗。好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要弄那个，这个我想要，有没有地方给他？陈一鸣吸不起来，陈一鸣气比较不够。我也吸不起来，我也吸不起来，他多好几个。吃饭看，吃饭看，就是吸的。真的这样这么长？还没有吸管。等下吸管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的书本是要用画的。他说他有画好给我。好，四个钟头就可以贴。这个好了没？那个好了没？然后把这个。这不是这样的吗？要剪的。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宣纸比较重，哦，洋葱纸比较薄。剪掉。
对，它不对称，没办法对折，一张纸没办法对折，对折剪不出那个形状来，因为它是不对称的。你那还是我来剪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？等下小丽还没，先看一下这个吗？你先，小丽，你先拿手放下。好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好，你老板不要想两千多。那我要在，那他也在一份。对的。再有两个。这题啊，对，同一个方向啊，不要绑错了啊，看清楚来，好，一定会有人绑错，这是我的经验。绑的时候记得绑拿回来啊。好，姐姐帮你读。我们剪很漂亮哎，他很细心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这样子，还有一个板吗？这样子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吧？那分可能要分两次画，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有。你绑一定绑牢哈，放上去这风很大啊，要上去就散掉了。需要帮忙吗？对 ，OK。要帮忙吗？真的，哥哥。哇，绑很紧。我是有画出上面那个曲线，反正你那个对折起来，你应该可以，不然你现在可以对折，反正对对，可以对折。不简单，加油。绑好的话，我给你插那个玻那个啊，那个玻璃那个玻璃纤维杆，有没有绑好的？都没在上面。好。哦。这次换我压了。一样都你压。啊？最小心啊！最小心，我怕你会吃到。呵呵。好，这个对。你要等一下啊！来，黄色给你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赶快回去了，我们下一位来，再过来，你要哪一个？粉红色的。来，还有没有？你要什么？橘色。每个都有特色，啊，哦，只有黄色，啊，这个有色盲哈。好，别画一定会飞啊。第八个，会飞啊。黄色，好，来，还有呢？来，哪一个？好，红色。它贴哪里？没有问题。你看我剪歪歪没有关系哦，因为它过来的时候变这样，然后又转，你看到不一定要。找你哪一个？另外一份。还有什么？拿一个绿色，啊，绿色刚才没有人拿过，绿色，来，还有什么？哦，蓝色你是第一个，来，来借过一下啊，谢谢。蓝色的，你好，哪一个呢？一定要蓝色，对。不行，不行，等一下，除非你排第二次。来，绿色，对，嗯。来，你要哪一个？那个吗？哦，你第一次拿这个，这叫什么色？这个东西。是红色。小朋友都跑掉。你教我的啊，我也不知道。
太好了。桃红哦，哦，桃红来，还有什么？那绿色，来，你要哪一个？也绿色，跟我一样，我都喜欢绿色的。宝宝有绿色吗？也绿色，跟我一样。好，来，还有什么？一样都是。好，我们都喜欢绿色，我们都穿绿色。好，那你呢？啊，蓝色。好。然后另外一种来了，加油加油，我们在十分钟结束啊，我们去放风筝了，对吧？还有呢，肩膀下面的、啊、来借过一下啊，谢谢。还有你可以叫他们一起拍，就是他们拿着自己的作品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在哪边啊？这个我不晓得，我们这边吧。就是他到时候，我们是拉这边的。对。我们拉这边啊，所以尾巴那边是这边。对，这边。不要这样子玩，这个不可以玩。加油加油！然后要加油吗？来，向着这边来，我们往这边拉。哎，你完成了。可以吗？尾巴在哪里？这里在这边。哎，你线还没绑好啊？你也蛮快的，这两条线还没绑好。知道哎。对，就放后面那条线啦、啊。来，线去找线了。那个地线，来，先生，来，先生，老师要贴哪里啊？看人家在贴尾巴了。贴哪？尾巴在贴，尾巴在贴哪里？尾巴要贴这个。这样子，告诉你。尾巴贴那个最尾巴啊。贴这里吗？这里。都要这里啊。好，那贴。要剪到哪里？再贴啊。那尾巴针。好，那就粘那边。这边。我知道。哎、欸，你们不要玩气球好不好？你们做完了吗？另外一个打气筒嘞。做完了吗？做完了。在哪里？气筒嘞，在桌上。真的？真的？真的？好啊，小小的好不好？嗯。这个问题要严重了啦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你在哪边？没有这么多啦，只能签一个啦。签这么多，签这么多太重了，这个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来这个。你要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拖住了。这样干嘛？不要，这个太小了啦。不要扶了。老师，粘住了，开开。伤害我不知道，你要伤害我的风筝。好，好，这是我的小额送你啊，小小的，好不好？先小声一点，好不好？鹅宝宝，可以吗？鹅宝宝，可以找个鹅宝宝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啊。哦，重送一只给你好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白色的，来，换一只。来，破掉了。有没有？有没有打气筒？打气筒。打气筒先拿。是我尾巴。你要尾巴？好，打气筒。还有没有尾巴的？教各位啊、哦，绑风筝线的技巧。来，摄影机，来，那边过来，看到啊、哦？你不管任何线啊、哦，像这会闪掉的线呢，第一个呢，先把它打个结。我刚刚讲过了。
好，打个结，不要让它闪掉，懂不懂？好，我们放风筝线很多技巧啊、哦。然后呢，再来呢，记得风筝线呢这样子抓起来啊、哦，先打一个长一点没关系啊、哦，打一个死结，哦，我教你一辈子怎么放风筝哦。打个死结不是这样吗？好，然后呢，风筝线不在这里吗？对不对？因为有时候我们线哦跟风筝你要拆开会比较好带。其实我告诉大家哈、哦，我们今天因为没有时间了。这些是我的宝贝风筝在这里面，好、哦，这风筝有很大很大风筝，大起来的话会很大，因为我都是做折叠的，好、哦，所以当时线来讲话，我线就是这么大一个线，像绕的线，譬如说，这是我一个室内风筝的线，对吧？这个是，这个风筝是不要风都可以放的放的风筝，然后等一下下雨的话，我在室内放给你看，我找一个场地可以放，因为我有一个不要风的风筝可以放上去，那个呢？这是那这个是一个不要风的风筝，好、哦，哎，小东西高科技，好不好？这等一下有机会放给大家看，只要有在外面的话放给你看，好吗？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所有的线，因为有时候是线盘，有时候要换线嘛，所以线的话来讲，不要打死，打死的话收又不好收，又跟头灯晃来晃这样，家没照啊，看到了，仿生胶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记得啊、哦。食指、拇指伸进去，啊、哦，穿过来，这不就是活结吗？然后活结绑到哪里呢？记得啊、哦，活结是不是绑在这个环上面？是绑到环哪里呢？环的底面，看到没？是穿进来，啊、哦，然后这样子，它不会掉。然后拆又很好拆，拆怎么拆呢？我这头啊，你看头一抓，不就拆掉了吗？知道？好、哦，这是。简单的方式，另外一个更进阶方式哦。好，这不是一个环吗？好，因为你刚拆的时候还要扣这个，很难扣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注意看，我刚放进去，我再讲一次，这样子呢，然后把这放进去，对不对？放进这样子啊、哦。好，你要把它拆掉你还找这头硬手指头捏，不好捏吗？好，我告诉你有方法哦，这多年的经验哦。那然后呢，把这上面的哦，注意看哦。先绑一个小小的结，好，小一点结的，对不对？看到啊、哦，看不到的话看摄影机可以看到，这样对不对？然后一样道理，穿进去对，翻过来，啊、哦，穿进去对，好，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，是不是一个头在这里？这原来这边就拆掉了，看到没有？它绝对不会掉，来再看一次啊、哦，你看到？这样进去对，这样进来，啊、哦，所以你不管是放任何风筝，我放的风筝啊，可以把一个相机放上去，你看力量多大，我都是这样绑的啊、哦，穿过去，拉过来，它绝对不会掉，你看，绝对不会掉。但是呢，你要拆的时候很方便，这样两个一拆，不就掉了吗？懂意思吧？好、哦，所以这放风筝要有技巧，啊、哦，好，等一下放下去给你们，好不好？你就先做一个环，懂意思吗？要不然的话，这样的话你去。钓具行买那个钩钩也可以，来像这样子，啊、哦，来，我不知道你那个摄影机可以看到这边来吗？啊、哦，这个钩钩，好、哦，可以再润进来一点吗？啊、哦，这个钩钩像钓鱼的钩钩一样，它像就像个别针一样啦。其实哪一个回纹针别针也可以，弄上去的话，你就直接这个环怎么样，钩上去，它就不会掉了，懂吧？那要开的话，这样一放它就开掉了。一样意思啊、哦，一样意思，好吧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这个把它放下去好不好？来 ，OK， 小朋友不要拿好不好？大人都放好不好？我们这个颜色随机好不好？颜色随机啊，我不知道风够不够大，好吧？我们等下出去看看，可以的话，我再放大风筝给大家看好不好？看我照相的风筝是怎么放的。那个，各位朋友看一下哈、哦，我们这个发这个线的哥哥站在这里，大家就认他，然后他待会会站在门口，然后你们离开的时候，他就会给你一个 ，OK， 好不好？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收一下自己的随身携带的物品，然后我们要去外面放风筝喽。